外面的蛋糕太贵了，吃不起，用5块钱教大家做一个水果蛋糕。矿泉水一瓶，白糖20克，白凉粉30克，小火煮开，倒在吃蛋糕剩下的盒子里，铺一层水果，再倒一层水果榨汁，加白糖和白凉粉煮开，倒在最上面，凝固之后就可以脱模啦。快给孩子做一个吧。